在太感动了。我到现在都还觉得自己好像在梦里，不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，因为这是我个人首场演唱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成名的那张专辑《自由》开始帮我写歌。哦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年纪都很小啊。然后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。对，二十几年的时间了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，然后那个时间点是差不多的。哎、哦，我们到今天才有机会真正站在台上第一次合唱。哎、对耶。真的。哇，那对多久的时间了？我等了很多年呢。还好我付出。到底谁会